陈太尉，此番赴梁山招安，想必是马到成功啦。哪里哪里，高太尉用心良苦，如愿以偿。这回大人亲自率兵征剿，自然就是马到成功喽。高俅向来不辱圣命，怕是未等我率兵出师，你我就不会再次相遇了。但愿太尉此番前去，能比你家的鲤鱼侯下场更好些呀。你上朝。高太尉请。请。好多了，心火过旺，淤气在胸，再吃上几副药静心调养，几日内便可痊愈。啊，好，我去配药。啊，我跟你去拿。好好。又失去了一次机会呀。哥哥，招安之事关乎梁山兄弟的前程，眼下还时机未到，公明哥哥切不可操之过急呀。哥哥，一封诏书说得再明白不过了，左一个不思悔改，右一个征讨剿灭，此番即便招安进京，梁山弟兄的处境也是不堪设想的，事情只能知其不可而不为。所以小弟有意让铁牛发作搅了此番招安。此时干系在我，因当时情景急迫，来不及与哥哥商量，请哥哥谅解。你们这样闹，非要断了招安的后路不成？倒也未必。诏书暗伏杀机，再加此番招安受辱，他们岂能善罢甘休？高俅之辈定要派大军来征讨，只要杀他个一败涂地，让他们一提梁山就心惊肉跳。到那时再议招安，就不会是此番模样了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哥哥且传将令，命三军打磨军器，整顿船只，拴束马匹，准备与官兵拼死一战。粮草也要小心备足。哥哥放心，此事我去安排。差一位兄弟去京城一趟，探听探听朝廷的动静。那就让戴宗戴院长去吧。再把卢员外请来，咱们再仔细合计合计。好，小弟这就去请。Thank you.
小一哥，又想玉香楼那个骚娘们了啊？小雨哥，上几回俺违反了军纪，宋大哥都跟俺厉害，这一回俺打歪了朝廷使臣的脸，坏了招安的大事儿，宋大哥却没招俺的麻烦，俺这心里啊好成奇怪。哎，俺跟你说话你怎么吹个没完没了？哎呀，怎么了怎么了？俺要和你说话呀。哎，我好不容易有点闲工夫吹一曲儿，你又来搅乱。好了好了，我不吹了，你说吧。俺打了那个李玉侯啊，宋大哥没找俺的麻烦，他不找俺麻烦呀，俺这心里头倒觉得不踏实。哎呀，没人骂你一顿你就踏实了？哎，这话真让你说对了，他骂俺呀，俺这心里就踏实，他要是不理俺呀，俺这心里就发虚。哎呀，我说你呀，真是山里的核桃，生就砸着吃。哎，你看。哦，戴院长回来了，走。大哥，大哥。回禀大哥，神行太保戴宗回山寨复命。什么事如此惊慌？殿前太尉陈宗善一回东京就被革职查办，朝廷命殿帅府太尉高俅为大元帅，调集大军征讨梁山。太师蔡京命十节度使率兵会稽冀州，听由高俅调遣，各路兵马已在途中。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、上党太原节度使徐经、京北弘农节度使王文德、颍州汝南节度使梅展、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、江夏零陵节度使杨温、云中雁门节度使韩存宝、陇西汉阳节度使李从吉、琅琊彭城节度使向元镇、星河天水节度使晋忠。心里话，我不想和朝廷刀兵相见。唉，这一次是躲不过去了，想不再厮杀，要么他剿灭我们，要么我们打败他，打疼他，让他害怕，惶惶不可终日，他就会向我们求和招安了。看来这次朝廷是下决心了，那就打高俅个一败涂地，让朝廷另下决心。公明哥哥，胜败在于水战，梁山八百里水泊就是高俅征讨大军的葬身之地。我想先差几位兄弟去济州挪战，趁高俅新来乍到，立足未稳，取他几员大将，一可振奋我梁山士气，二可惹高俅来攻，让他下水。到那时，梁山的水军就可大显神威了。大哥，各寨的兄弟都到了。好，哥哥走。高俅亲率大军征讨梁山，能否打败高俅，事关我梁山生死存亡。林冲、呼延灼、花荣听命，你们率2000军马去济州城搦战。高俅害得小弟家破人亡，
我与他不共戴天。此番去，定取高贼首级。林教头，此次去济州，再挪而不再战，损高俅几员大将，便安全退回，千万不可意气用事啊！遵命，遵命。阮氏兄弟，林教头他们从济州退回之后，你们立刻接应回山。遵命。其他兄弟各守其寨，听候调遣。是。林冲与高俅有杀妻灭家之恨，恐怕要生意外呀。是我疏忽了。军令已出，不可挽回了。嗯。请。哎，教头，今日应该高兴才是，你们旗开得胜，杀了高俅的三员大将，给了他个下马威。哎，咱兄弟俩干了这一杯。大哥真是没心眼儿，这等好事偏不让俺去，要是铁牛去了，照样能骑他一串人头回来。哎，不就是没有杀了那个高俅老贼吗？他跑不了，迟早是你林教头的刀下之鬼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嘛！啊，来，金陵水军统制刘梦龙已到了济州，不出三日，高俅的兵马就会下水。嗯，请。刘将军，听说你的名字
颇有些来历。家母十月怀胎，梦见一条黑龙飞入腹中，梦龙的名字便由此而来。没有，没有啊。常言道，蛟龙戏水，戏水蛟龙。刘将军既熟悉水性，又精于水战。听说当年刘将军曾率水军在西州峡江立过战功啊。英雄不提当年勇，再次为朝廷效力，刘某深感荣幸啊。梁山贼寇常年占据水泊，有地利之便，刘将军不可小视哦。太尉，刁民草寇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只能打几条鱼而已，若论水战，怎么能和刘某人的水军同日而语呢？好，我就等刘将军这句话了。太尉。济州太守张叔夜来了没有啊？已等候多时了。济州太守张叔夜见过太尉。船只征调好了没有？大小船只一千，已征调齐备。请。来，我同张太守同助刘将军旗开得胜啊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梁山水军称雄扬威的日子到了。拜托各位，一定让那个刘梦龙好好尝尝咱们梁山水泊湖里的滋味。请多多放心。干。弟兄们，官船来了，快撤！快！传令，快速行进！是。分头行进，驶过港岔后再聚集。
仗。大名鼎鼎的水军统治刘梦龙，留他一条性命，让他回济州向高俅复命。大哥，给他一条小船。刘将军，请吧。看什么看？还不快走！走。太尉大人，好了。等等，刘将军，太尉。刘将军，说心里话，我是不想让你死。太尉，可是你的水军全部葬身鱼腹了，只留你一个光杆将军，还有什么用呢？太尉，这……送刘将军上路。
各位节度使有何破敌良策呀？太尉，梁山四面环水，是宋江的天然屏障，胜敌先在于水战。刘将军此战失利，虽指挥有误，但官军船只大多为临时征调，难以施展水军威力。以在下之见，可调拨造船工匠，造海丘大船百只，从梁山北面水阔处攻入，定能一举破贼，捉拿宋江。太尉，韩将军言之有理，如能攻克梁山水军，不是夸号，凭我几十万征讨大军脚踩马踏，也能把区区梁山屡为平地。张太守，太尉，你协从杨温将军火速督造海丘大船。遵命。且与各路军马加紧演习水战，待大船造成，定与梁山贼寇决一死战。遵命。遵命。遵命。如有懈怠，定战不饶。宋江，拜托各位，请饮干这碗酒，以壮此情。干！干！干！宋江不熟水性，不能与兄弟们一起出生入死去作战，但愿与兄弟们一起受冷，等待弟兄们凯旋归来。大哥，大哥，请穿好衣服。你就放心吧，大哥，不把官军埋进水泊，我绝不回来见你。兄弟们，抄家伙！哎哎，下水！
大哥，大高俅全成了水军的事儿，你让俺步军马军怎么活人呢？又来捣乱，快回去守寨。守寨守寨，高俅不上岸，俺铁牛不是白守了？哎，大哥，给俺一条船啊，俺去剁他几个人头来。哎呦！他不会水，快把他拉上来。来，大哥，他们又不是水军，怎么不去守寨呀？啊，偏偏让铁牛去守啊！闭嘴！就你上岸，与其恩将仇报，早知道就让你多抢几口污水。还不是我们两口子来救你！哎呦，真是！准备好，准备好，快快快快！Thank you.
跳了，都上来！谁跳就跳，我先进去跳了啊！上来！我真跳了。林教头，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喜讯。哦，什么喜讯呢？高俅被捉上山了，正山路上走着呢。嗯，你带我去。林教头，带路可以，你可千万别说是我报的信。那当然，那当然。大哥，大哥，高俅带过来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高太尉受惊了。请。你们去歇息吧。是，是。啊，
门。谁在敲门？我是林冲。宋头领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为什么？违令者斩。